学了一个星期的汉语，今天就没到周末了。可我想了半天，实在想不出来该干点什么好。周末要到了，多么让人兴奋啊！你不喜欢过周末吗？可做的事情很多啊，无论是打球、听歌还是逛商店，和朋友一块去喝酒，都能让人过得很开心。那这个周末你打算去喝酒吗？不。我打算去看电影。开学这段时间一直忙学习来着，我都好长时间都没看电影了。你喜欢看中国电影还是外国电影？中国的、外国的各种电影我都喜欢看，不过现在学习汉语，我就要看中国电影。看中国电影既能了解中国的情况，又能练习听汉语，一举两得。我也很喜欢看中国电影。来中国留学以前，我看过不少中国电影，其中我最喜欢张艺谋演的电影。张艺谋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，他的有些影片在国际电影界上还得过奖。不过他电影里的对话往往不容易听懂，他那部电影里的对话不容易听懂。别的不说，就说以前他拍的《英雄》吧，里面就有些话我就没听懂。也许是因为我的汉语只有初级水平，你没听出来吗？那个电影里有些话是古汉语，所以不容易一下子就听懂。以后你汉语学多了，就逐渐听懂的。马克，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中国电影呢？我特别喜欢看动作片和武打片，最喜欢看的就是成龙演的功夫片。成龙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，他演的电影有一些的不得了。我来中国本来想去学功夫，可我爸爸让我先去学汉语。我还真没看出来，怪不得你这么喜欢看武打片的。现在来中国看武打片就更方便了，你可要抓紧机会多看些新拍的武打片呢。最近电影院正在演成龙的新电影，电影院离我们学校不远，你周末有空可以去看。好，听你的，我周末一定去看。